예배를 준비하는 마음으로 찬송가 533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찬송가 88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빛나는 새벽
찬송가 539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一托莫岛将周五彻夜礼拜献于父神。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住在他们中间。阿们，一同唱二十七首。
慈祥和蔼，尊贵威严，显在救主圣言。他头上戴荣耀冠冕，他口流出恩言，他口流出恩言，他见我陷苦难彷徨，进来抚慰悲伤，为我背负羞辱十架，忧患他尽担当，忧患他尽担当，生命气息都在乎他，又赐喜乐无挂，更将死亡权柄毁踏，救我脱离永罚，救我脱离永罚，欲复添加路虽艰辛，有主扶持指引，是神荣耀使我遵循，使我快乐欢心，使我快乐欢心，从主身上获得恩典，义正神爱无边，若我能有千万颗心，俱都甘愿奉献，俱都甘愿奉献，同说做几项祷告。首先为亲爱的准牧师做祷告。사랑하리가풍성하신아버지하나님마지막때귀한제다목자를세우셔서지금까지모든아버지섭리를이루게하시고이제때가되면목자를대신하여우리의당장이주신목사님을세우셔서아버지크신섭리를참으로마지막때마무리할수있도록축복해주시니감사를드립니다모세아버지에이어아버지하나님께세우신여호수아를통해서참으로가나안의모든아버지와하나님의사역들을이루어주던것처럼마지막때이제나가신모든섭리를우리사랑당장이수님목사님통해서온전히이루기를원합니다권능의더크신권능의사역을통하여주님길을예비하는사역온전히이루게도와주시고또한아버지여정녕알고거두기원하시는사랑을주고받는참된자녀를얻기원하신인간적인섭리가마지막때아버지우리이수님당장을통해서온전히이루어질수있도록더불같은말씀의권세더큰권능역사도로함께하시고아버지홀로영광받아주옵소서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간절히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
为建造大圣殿祷告。풍성하신아버지하나님대성중축의사명허락하여주시고지금까지하나되어뜨겁게달려오게하시니감사합니다무엇보다우리마음의성전신속히이루어성결된자녀수가온전히채워지게하시고또한아버지여이룰수있다는확신가운데한마음한뜻때문에불같은기도를통하여모든것들이이루어지며또전세계예배하신열왕을통해서또한아버지주의제물삼아는모든힘을합쳐아버지드려지는아버지여대성전의건축들이온전히이루어지기원합니다설계시공건축의력과최첨단의공법기술로완벽하게이루어져서인간경제의승리의상징물로서드려지는대성전의섭리이루어참으로아버지마지막때구원의봉제역할을감당하는부족됨이없도록도와주시고또우리성도들전이제한마음한뜻되어도불같은기도를통하여또앞서한일꾼들제한능력주셔서성전이전도형통하게인도해주시고아버지이제는향하신모든뜻들을온전히이루시며영광받아주옵소서감사함이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이제로올로목사님의창세기今天我们来听李在鲁元老牧师的创世纪讲解。为蒙恩典同作祷告之后，由全真万民教会的江胜彪牧师所带导。할렐루야사람과우리가풍성하신아버지하나님오늘창세기강의우리이제로올로목사님의귀한말씀을듣습니다말씀에기름부어주시고성령의감동감격도충만한가운데불같은말씀권능의말씀으로역사하시고아버지여우리의마음을활짝열어들을귀를열어주셔서한말씀도땅에떨어지아니하고우리마음밭에떨어생명되는아열매되는귀한말씀으로축복하여주시고이말씀을통해참으로아버지의태초부터계신아는아비의신앙으로우리모두가자라갈수있도록온전한믿음안에들어갈수있도록축복해주옵소서감사함이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간절히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할렐루야축고기쁨을지나고봄볕의따스함으로만물이기적이를켜는부활의계절春天来到사랑과在复活的季节我们感受父神与主的大爱将感谢荣耀归您这时节我们亲爱的万民的圣徒们愿以心灵和诚实来做礼拜让我们荣耀归您父神引导我们到这宝贵的祭坛让我们遇到宝贵的牧师以生命的话语和敬畏的全能让我们能够遇见永活的父神以此让我们能够向着天国新罗撒冷努力前进感谢您牧者说要进入灵我们记这牧者的话语愿更加在这时间当中更加散发光芒나그네와행인같은너희들을권하노니영혼을거스려싸우는육체의정욕을제어하라하신대로싸워질것을피하여신의성품에我们愿말씀보증과기대에더욱힘쓰는更加装备话语努力祷告당장이수일목사님을세우신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感谢父神赐给我们亲爱的准牧师就像和牧者同在一样也求父与我们主人牧师同在能够更加刚强壮胆又以惊人的全能来成就世界感谢您我们主人牧师将引导三月份的恩高聚会感谢求父赐给我们主人牧师更大的全能今天我们来听《创世纪》讲解第五讲《灵的分离》第二讲，让我们听这话语更加铭记在心，以此来成就向着这末时的旨意。在哪里也听不到的这宝贵的话语，愿能够向全世界的灵魂传播，拯救无数的灵魂。主持礼拜的造秀灵牧师求神赐下感动主持好圣语的礼拜由于马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那些管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悦纳为了礼拜所辛苦的所有的工人们求父赐下美好的奖赏和灵肉间的祝福通过即兴电视通过卫星一同做礼拜的所有的万民的圣徒和观众通过各种平台一同做礼拜的所有的地方求父神赐下玉本堂同样的恩典
将一切荣耀归于您，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先师和灵歇管弦乐团的演奏。接下来请大家收看万民电视周刊。今天请大家收看的是2023-2024辞旧迎新礼拜之后得医治的见证。3月2号，走向助展礼拜式的学生们开心的面孔。在即将开学之际，时隔4年举行的只为学生们准备的特别的活动——学生冬季修炼会。
开会礼拜的各顺序由初中部同学负责进行。虽然刚迈进中学第一步的初一同学们很害羞，但努力准备的特别认识，为修炼会增光添彩。学生主任学校校长邹炫哲牧师以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才能得永生为题正道，并按照学生们的眼光向同学们说明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的方法，并嘱咐学生们要铭记神的话语遵行。午饭后开始的第二步圣灵充满祷告会时间，这次各顺序由高中部同学负责进行。中高等部联合会成员准备的特别献诗，让学生们期待了圣灵充满祷告会。礼服人院长嘱咐学生们，无论在哪里都要在主内得到变化美丽成熟。与院长一同进行的祷告时间，院长与指导教师和老师们为每一位学生恳切做祷告，让学生们得到了圣灵的充满。接下来是学生们散发学生能量的时间，正是娱乐和小型运动会的时间。特别是戴耳机听赞美，只看着对方的嘴，猜题游戏给同学们带来了快乐。放飞纸飞机，用身体说话，同学们参与游戏，度过了愉快幸福的时光。此外还颁发 MVP 奖、幸运抽奖等，让参加冬季训练会的学生们更加幸福。今天准牧师为学生们准备了披萨和炸鸡，吃了又吃，吃个不停的披萨和炸鸡。同学们享用美味的晚餐，幸福的冬季修炼会结束了。同学突然问我有没有时间，说要一起来。这次修炼会有很多活动，我也觉得非常好奇，很想来参加。第一次来觉得非常有意思，等下一次我还想来。第一次参加夏季修炼冬季修炼会已经非常期待，在娱乐节目中八字跳绳和幸运抽奖印象最深，和院长一起祷告的时间让我印象最深刻，因为老师在中途来为我们做祷告，我觉得 那时候是非常好。我愿更加忠实于学校生活，想生活我也要更加努力去做。我们举行学生部活动是四年以来举行的活动，希望通过冬季修炼会，我们2024年更加感受到父神的爱，努力前进，闪耀的我们的学生部，学生冬季修炼会我们非常幸福。주간단신입니다。一周短讯。3月16号周六，儿童主义学校迎来新学期，举行蓝图特奖。3月17号，广州文明教会将举行创立28周年纪念礼拜及劝世救人仪式。同一天，贵委外面教会将举行创立27周年纪念礼拜。同一天，大田外面教会有圣灵充满祷告会。
为迎接复活节，女圣教会联合会主办纪念复活节复活彩蛋装扮大赛，请圣徒们熟知内容和规格，详细事项请参考教会网站。数十年施展德意志了，所以相信我们圣徒们不变的不灰心是神喜悦，信赖前进是神必会赐下心中的应允。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医治，我想只是有一天会得到医治吧。心中领悟到，只要心中领悟到父神的爱，我们就要向神祷告祈求，这样会得到应允的。散发美丽花香的花儿也各有不同的开花期一样，知道我们心愿希望在最好的时候应允父神。今天的见证人因长久的疾病一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都没有想到会得医治，然而却得到了应允。让我们听一听他们幸福的见证。我四十年的耳朵施展得到了医治。高中的时候呢，因为经济上的困难，父母之间经常吵架不和睦，我心理上呢也很累，也和妈妈吵架，一直有好多年。后来呢，耳朵上长了湿疹，特别疼，父母也带我去过医院接受过两周的治疗。去医院呢也没有痊愈，一直有湿疹的症状，耳朵像有积水一样，像潮湿的感觉，总是很不舒服，要用纸巾擦，害怕别人看到，总是用头抓，就是遮住耳朵避开人，总是想把耳朵躲，就是藏起来，怕别人看到，一直很用心也很小心。耳朵内部湿度高时可能会患有耳角气外耳道真菌病，这种情况会伴随炎症、脓水、气味，如果长时间放置不管，可能会对听力造成异常。这位居士经历相似的情况，有没有想过去过医院要接受治疗呢？我是没有的，因为自从接待主之后，我体验过许多，也想过到了时候是一定会医治我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去过医院接受治疗，医院说呢也不能痊愈，所以我即便去医院呢也没有确信我会得医治的。我问过袁老牧师怎么能得医治，因为其他的我都得医治了，湿疹就没有好。袁老牧师当时跟我说，最快的就是要心中要得到变化，我想肯有一天可能会得医治吧，我就这样放置没有。是一直以来呢，我看过我通过很多次的恩膏聚会，有很多机会得到医治，但是我对得医治的没带那么太恳切，而且因为有不会得医治的这个成见吧，所以祷告也不够。过去也有很多肉体的一年，说是感谢主的恩典，带着新罗撒冷盼望尽忠，但是我自己否定的想法也很多，也强烈的自我主张。虽然日常生活中的不便持续不断，但连这也习惯了，总有一天会得医治吧。就这样在茫然的想法中，不知不觉间过了四十年的时间。后来迎接2023年辞旧迎新礼拜，2024辞旧迎新礼拜时，虽然接待主后常常献辞旧迎新礼拜，但这次想献的特别一些。我会了很多我停滞的向生活，
我最近呢在外地生活，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到首尔道本教会来献上礼拜，心想圣诞节和辞旧迎新礼拜这两个礼拜是神喜悦的礼拜，所以我要想更加使神喜悦，我非常渴慕，并且还想看看帮助一些需要我帮助的人。我们小区呢有个女人在公交车站露宿，我看到她在 那里面呢睡得特别的冷，在颤抖，我想呢这样子可能会出大事了，当时正好有很多保暖贴，我就想着袁老牧师的教导，我就都送给她，还送给她衣服。后来听说他偶尔还来一次教会，我呢非常开心，我想在身上也散发着耶稣基督的馨香。按照教导行善比任何时候都幸福准备的2023-2024辞旧迎新礼拜，那天他更加渴慕地接受了台上的祷告，之后在他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事。辞旧迎新礼拜之后，我去外地生活，有一天我习惯性地摸了一下我的耳朵，发现呢是没有潮湿的感觉，都是干的，然后第二天我又把手放进耳朵里看，还是很干，我确认了好几天都是没有湿疹，我非常神奇，我就打电话联系到教区长和周边的人说我的湿疹得到医治，做见证，非常感谢。后来我在上网查询，其实这个湿疹呢是很难得医治的，如果就算是做手术呢也会影响到听力的，听力低下，就算是不做手术长久了也会影响到听力。我就感谢神，我耳朵湿疹有数十年了，但是神一直在保守我，没有让我的听力低下，而且通过几乎不可能的这个顽固的疾病呢，得到了心想因主的全能，像我的性格还有许多没有变化的我的固执意和框框都想得到变化，成为父神喜悦的人。我35年的便秘得到了医治。我从小便秘就非常严重，据妈妈说呢，我3-4岁左右开始就有了便秘。从小呢就是最怕去洗手间，就是大便的很硬，而且呢还带有血，肚子呢总是肿胀，有很多的气，有时候呢在人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呢肚子里很多的气，所以呢就无意中就会排气，弄得很不舒服。我常常要买很多的药放在家里面，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吃，医生说总吃这个药呢是不好的，但是我明知我也不得不吃，因为至少吃了我还能去洗手间，所以呢我总是去吃这个药，有3天1次，3天吃1次，那经常不能去洗手间，有的时候呢是1周不能去，严重的时候10天都不能去一次洗手间。所以我的丈夫说我非常生气，说我只是吃不去洗手间，说我是怪物。所以呢也吃了很多对便秘好的药，还有食物，也喝了很多的水，像地瓜呀对便秘好的我都去吃，对于别人说有很效果，但对我没有什么效果。
虽然都试过对周围人常说好的方法，但是没有太大的好转，以致成为了慢性。这时他迎来了信仰的转折点。今年初与老牧师说归天界的消息之后，我非常难过。最正好了，当时需要说释放人员，我支援了。我想在与老牧师走最后一程尽孝，所以我做支援。那么在葬礼的时候看到与老牧师的遗像，特别的难过，感觉到好像都是因为我一样。刚开始担当使命的时候，我就心想看的是使命，所以我就这样做吧。后来呢，我就是一直在听话语，但是我只是装在脑子里，没有记在心中。听了很多的话语却没有遵行，说是担当使命，也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做，反而去不平不满，有委屈不满的心。我向神悔改了许多，刚开始做释放的时候呢是很多的不舒服，但是在葬礼做释放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天国的盼望。父神住在新罗撒冷，我一定要进入新罗撒冷，我有了更加这样的盼望，心想呢我要更加得到变化。与众多圣徒们更加决心变化的时间，后来发生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惊人的事。侍奉葬礼结束之后，我就有了想去洗手间的想法。后来去洗手间的也很舒服，吃的也很好，消化也很好。后来我就看到我们教区的工人，其实我们教区的工人都知道我便秘很严重。我对组长说，组长，我的便秘得到医治了。他说你得到医治了，太神奇了，祝贺你。他觉得只做了该做的事，父神就一下子医治了他长久的疾病，还让他找到了幸福。应感谢的恩典，更加充满前进的副执事。我现在在担当组长的使命，而且还做翻译。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做翻译，还有在我们教区需要翻译的时候我也做翻译。第一次来韩国的时候，我干脆不会说韩国话。我经常说的是我不会说韩国话，尤其是国外的圣徒不会说韩国话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他们的心，所以呢，我在翻译的时候也是想用心来好好的翻译。但到使命的时候就非常幸福，觉得感谢父神能赐我这样宝贵的幸福。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剩的日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就令我长久的疾病痛苦都知晓的主，我要向成为我人生方向的主献上告白。亲爱的父神，主将一切感谢荣耀归您，感谢亲爱的牧者，感谢通过准牧师的话语得到变化，为我做祷告。我要好好担当主赐给的使命，我一定要进入美丽的天国新罗撒冷。哈利路亚。
이재로 원로 목사님의 설교 창세기 강의 5번째 袁老牧师的《创世纪》讲解第五讲《灵的分离》第二讲。亲爱的观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至圣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音道网做礼拜的各位圣徒，各位机先观众，今天是《创世纪》讲解第五讲。上一讲讲了只有三位一体的神才能做的关于灵分离的话语。讲到了圣父神和圣子神的灵分离，这讲说明圣灵神的灵分离。圣灵神也有本体和分体，圣灵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的一位，是从原本的神而分离出来的，如父神和主一样是独立的个体，也披戴了与人的形象同样的灵体。从现在开始就把如此的圣灵神 的圣灵神的本体表现为圣灵。圣灵神也像父神和主一样具有能自己分离分体的能力。代表性的圣灵神的分体就是住在所有神儿女们心里的圣灵。圣灵来到大家心里，从本体中分离，全部分离出来。大家在接待耶稣为救世主的时候，再加上如果的祷告圣洁充满的程度不同，其强度也不同。是原本之神的本体的圣灵神分离出灵的分体，就是圣灵。当然当我们高喊圣灵的时候也可以说圣灵，但是希望能记住圣经里记载的圣灵大部分都是圣灵的灵，即是圣灵的分体。圣灵神之分体的圣灵的灵，不仅是以圣灵做工，还以其他的名称和形式多样的做工。首先在旧约时代，主要以神的灵来表现，例如在历代志上12:18说，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以西结书43:5也说，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在旧约时代，为什么说神的灵，以后再讲灵的差异时一同说明。说以后呢，不是下周，是一会儿再说明。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好奇呢？为什么旧约里说神的灵，新约里说是圣灵？为什么神的灵变成了圣灵呢？却说神的灵，为什么在新约不说神的灵？不知道的人，即使到了新约，有很多人说成是神的灵。之前看到很多次，很多人说以圣父、圣子、神的灵祷告，阿门。只要受圣经就可以了，在新约里是在新约里有圣灵，说圣灵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上神的灵呢？主祷文也按照耶稣教导的，就说韩文是表示呢是多加一个词的，但是在中文的这个圣经是没有这个词的表现。就是说在韩文里如果 不加上这个词呢，就如果不说就会成为是异端。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呢不说这个，也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地方是不说了，有很多地方说如果时间是这么久了就不要加这个词了。圣经是真实的，要照圣经不要改，而且这都是有理由的，稍后大家会学习神的灵和圣灵不同的理由。圣灵神的分体的另外的名称有约翰福音14:26记载的保惠师，约翰福音14:17记录的真理的灵，以西结书36:26记载的心灵，加拉太书4:6记载的儿子的灵。
有的人认为儿子的灵是儿子耶稣的灵，不是，是神儿子的灵。查看圣经能够知道圣灵的分体以各种形式显现。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记录着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在使徒行传二章里说，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又有舌头如火焰。像这样，圣灵能以各种形态显现，也能按照圣灵神的本体的形象显现。就像主的灵与主的形象相同一样，圣灵也能以本体的形象显现。到现在为止，圣灵以圣灵神本体的形象向许多人通过梦和异象显现。但是因为人们原来就不知道圣灵神本体的形象，所以看了也不知道。许多人没有去想过圣灵神会有固定的形象。圣灵自己断定圣灵只是像火，或是像风，或者是如同鸽子。也有圣灵神本体亲自降临到这地上的情况，圣子神的本体以耶稣来到这世界成了基督。像这样，圣灵神的本体也曾有过以人的面貌来到这地上成就神旨意的时候，今后将会通过创世纪讲解说明这部分。旧约圣经上有灵体的本体来到事工的结束场面，今后会说明。各位圣徒，向大家说明了主的灵同在时会彰显神迹奇事并临到恩典。圣灵神的本体圣灵降临时也同样。首先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要怎样做才能临到呢？也就是说，神赐我们圣灵作为礼物，在哪里？说临在我们心里。圣灵临在你们身上，那什么时候临到呢？怎么做才能临到呢？在接待耶稣为救主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当相信是救世主敞开心门接待时，神会把圣灵印记在我们心中。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在临到降临到在身上，大家得到全能了吗？大家都得到全能了吧？因为什么呢？大家有信心也能祷告战胜世界，也可以与罪征战离弃。但是大家努力进入灵，知道神的真理话语，越是进入灵就能越靠圣灵得到能力，进入权力呢也会领受权能。能力和权能是不同的，进入灵就能得到能力，进入权灵就能领受权能。如果领受权能，大家也可以拿着这手帕祷告的时候，瞎子睁开眼睛，哑巴说话，耳聋的人听到，瘫子行走，凡事都能，超越时空，还可以救活死人。当然现如今通过手办从世界各地收到了无数的见证，大家也是可以做到的。大家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证人，圣灵降临就彰显全能的做工。还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너희의자녀들은예언할것이요너희의젊은이들은환상을보고너희의늙은이들은꿈을꾸리라네하나님이가라사대말세말세神说在末的日子，所以呢，大家能预言呢多好。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呢要做异梦，这是神的话语，也很正常。这是旧约和新约都记载的神的话语，这样要成就才是真实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像这样圣灵降临，就出现说预言、看异象等各种属灵的恩赐。对于属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有详细的记录，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的恩赐、医治的、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预言的恩赐、诸辨别诸灵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等。除此之外呢，还有爱的恩赐，很多恩赐。那么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得到这样的言语恩赐。智慧的言语却不是那么容易的，要通过圣灵的感动，通过知识的言语获得智慧的言语。所以正道的人，特别是去探访的人，要有这样的恩赐，既要有知识的言语，也要有智慧的言语。大家通过很多东西，听很多东西，背诵很多东西来积累知识，但是呢，运用知识呢，运用的智慧呢又是不一样。这智慧的源于要靠圣灵做工在心中，装备的话语的知识，还有智慧、明哲，这一切呢都要靠圣灵来做工，所以要依靠神、圣灵。正道的人要依靠圣灵。不是要靠知识，要养成依靠圣灵的习惯。当然不是圣灵降临这所有的恩赐就都能得到，按圣灵神的旨意赐给准备好合乎的心与器皿的人。但是圣灵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真理教，用真理养育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前半节，如耶稣所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把圣灵差遣到我们心里。当神的儿女们犯罪时，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向父恳求。并且还让神的儿女们时常想起神的旨意，并领悟到神的爱。不断帮助神的儿女信心日益成长，能够努力进入更好的天国。希望圣徒们都能以感恩的心得到圣灵的帮助。即使是细微的圣灵的声音，也能侧耳听，并能完全顺从圣灵的主管。我以前告诉过大家圣灵的听圣灵声音的方法，比如区分哪个是我的想法，哪个是圣灵声音的方法，我之前呢告诉过大家。所以如果辨别出圣灵声音，只要是圣灵声音的就必须要顺从，这样才能越来越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如果不是那样，即使神赐予圣灵的声音呢，也是听不到的。不顺从就听不到了。即使是细微的声音，只要顺从，就会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圣灵的声音。
不难。我之前已经说明过了，只要明心去做，就都会成就的。初信徒也能听圣灵的声音，为什么？因为还没有装备真理的话语，虽然听不清，但是顺从并渴慕的人，你们有圣灵的声音的时候呢，如果顺从，也会听得越来越清楚，听得到圣灵的引导。그분도점점밝히밝히들어서성령의인도를받아나가는거예요내마음에금식이오면바로순종如果心里受到主管就进食만약작전기도가受到主管누구를구제하祷告就祷告受主管要救济就救济这样顺从的时候呢就慢慢的越来越能听清圣灵的声音但是因为不顺从所以听不到奉主的圣名祝愿大家时常在圣灵的充满当中以幸福的心向着天国新路撒冷前进亲爱的各位圣徒从现在开始更仔细地查看三位一体的神以分体做工时根据各自的角色有不同称呼的意义正确的知道三位一体的神的称呼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怎样称呼三位一体的神大家和神的关系会不同应允和祝福也会有所不同举个比喻有一个大企业的总裁在他企业工作的职员会叫他老总但是这位老总的儿子可以叫他爸爸就算是在这家公司上班的职员他儿子老总的儿子也可以叫爸爸但是即使是亲生儿子有的情况称父亲为老总会更合适那儿子也是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的职员在公司里若有事情那时就要叫老总大家理解了吧哎呦我爸爸是老总在开会场合或者正式场合在那公司喊爸爸怎么可以呢当然应该喊老总那喊爸爸那就太尴尬了虽然叫爸爸也没有错但在公司里要叫老总但是如果有人称总裁为大叔那个人可以说是根本不认识这位总裁的人那这位总裁在称他为老总的公司职员叫职员和叫他爸爸的儿子还有叫他大叔的这三个人当中会觉得怎样称呼他的人更亲近呢就是称他为爸爸的儿子像这样按照称呼能感到关系亲密的程度不同再举个例子我们圣徒们大部分越来我们教会没有多久的人或者是从其他教会来接受祷告当中也有称为牧师的情况在世上不认识我的人也会称为为会长当然几乎没有人那么称呼我即使是不认识我的人也称我为先生但是这三种类型人向我祷告邀请怎样称呼我的人我心里会感到更亲近呢而且两个人都说是我最了解我的呢对父神呢也是一样因为很重要所以这样比喻可以称神耶和华神父神阿巴父等这不同的称呼能表现出称呼的人与神亲密的程度因此应允与祝福也会不同我们耶稣一向称父神为父我在装备的时候呢有说我们讲我们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那都有不同的称呼
现在在这里，耶稣经常称为父，这是什么呢？这现在在说明是福音生说的，在背负十字架之前的，所以叫耶稣。不同时期的称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代替背负世上所有罪，以罪人的身份钉在十字架上时，称父神为神。那大家在犯罪行情欲的事的时候，不能成为父，要称神，或是称叫耶和华神。如果称父，那肯定是很大的失礼。为什么？因为父神是希望得到不犯罪的儿女，不是希望父神今天那样说还犯走向死亡的儿女。所以神说带罪祷告，神就掩面不听。但是行情欲的事还称父，这样是不可以的。那时候就不能称父了，只能称神。因为父神非常厌恶，所以无论如何呢，也不要犯罪。为了能称父神，要与父神的关系亲近。也说明过，奉耶稣的名祷告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有很大的差异。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还没有成为救世主之前的名。像这样，耶稣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救世主，不是在说救世主。耶稣的名字是以后将背负不是说做救世主，以后将背负十字架带出我们的罪，成为救世主，但在此之前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不是救赎主，而是说将要拯救，成为救世主之前的名字是耶稣。如此的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打破死亡权势，复活成了耶稣基督。因此，耶稣是打破死亡权势以前的名字。耶稣基督是代赎我们的罪，被定死在十字架上，是打破死亡权势复活以后的名。就是这样的不同，基督与弥赛亚是同样的话，是已经成了救世主。因此，不是以耶稣的名，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更恰当。因为大家都知道，所以再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外面的圣徒们以耶稣的名祷告，有这样人吗？如果有的话，信仰生活就是做错了。祷告蒙应允的层次和权势也不同。例如，基督一出的魔鬼撒旦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出的魔鬼撒旦才惧怕而离开。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里含有耶稣打破了死亡权势复活了的意义。清楚地知道如此属灵之意的使徒保罗，就喜欢使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表现。使徒保罗也可以直接说耶稣基督，但他强调我们的主。主是什么呢？就说耶稣基督缩写呢，就是主。还加上了尊称，称为主。所以使徒保罗喜欢这样强调，因此在罗马书上他并没有只是称父，而是说阿爸父，或是强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这样正确的知道三位一体之神的称呼，能正确的使用是很重要的。但圣经里指三位一体的神的名称超过二十多种，
希望从现在起能把那各自的意义好好当做灵粮。圣徒们要清楚地知道属灵的话语才能成为有能力的工人。圣徒们也根据把属灵的话语当成灵粮的程度能成为有能力的工人。有能力的工人，各位圣徒，大家还记得圣经里只是说神和 特별한 경우를 제외하고 예후와 神的差异吗？表现为神时，除了特别的情况以外，是三位一体的神一同做工。现在开始呢，是非常重要的。相反，表现为耶和华和耶和华神时，那是事情的主体是圣父神的情况。大家理解了吗？理解了吗？因为非常重要，再次说明。 大家要记住，神和耶和华神之间的差异。说到神的时候，除了特殊情况以外，那也有特殊的情况。除了这些呢，都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做工的，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做工时称为神。 相反，用耶和华或耶和华的神来表达时，那件事的主体是圣父神的情况。也就是说，不是圣子或圣灵一同做工，而是指圣父神独自做工的时候。圣父神在旧约时代亲自做工，所以耶和华这词语只在旧约里记载。 所以呢，旧约中大部分都是圣父神亲自做工，所以在旧约中出现了耶和华这个词。到了新约里没有耶和华这个词，为什么？因为不是圣父神做工的时代，是神、圣子、耶稣、圣灵都做工，所以没有耶和华这个词。 在新约圣经里，指圣父神时，表现为父或是阿巴父，父神。因为旧约时代是神与百姓的关系，但是新约时代在接待耶稣基督时就成为神的儿女。现在知道神与耶和华的差异了吧？ 再次整理的话，神是指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是指圣父神，要好好的理解，不能混淆。还有，圣父神在旧约时代以耶和华做工，所以耶和华的词语只在旧约圣经里记载。 新约圣经是父神。现在知道为什么旧约中出现耶和华神，为什么新约中耶和华的称呼没有登场的原因。但是圣经里也有神的灵，耶和华的灵的表现。太复杂了，要是简单就好了。 但是不能简单，要这样明确区分。为什么？因为根据情况不同，称呼也不同。就像刚才说明的，比如大家的父亲是三星会长，那么去公司工作的时候，如果爸爸，这个怎么办呢？那爸爸会多么难堪呢？当然，在那里要称为老总。 什么时候用神的灵，什么时候用灵呢？在中国与圣经里，旧约、新约都是神的灵表现，但是里面的含义都是不同的。为了有助于理解，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跟爸爸长得像的儿子，那当人们看这个儿子时，有两种反应。首先说，那个人就像和他爸爸在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是以那个人的长相、外形为焦点说的，在外形为焦点说的，理解了吧？
另一种是说，那个人的父亲也很沉稳，儿子也像父亲一样很沉稳，或者说那个人的父亲很爱发血气，儿子也一样。这时不是以那个人的外在，而是以品性为焦点说的，好，到此大家理解了吗？加神的灵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差异。首先把神的形象为重点时，表现为神的灵，一定要分清楚地说明，旧约里出来的神的灵时是以神的形象为重点的，新约里出来的神的灵是以神的心为重点的。在这里指的灵指的是真理、善、爱等神的属性。如果大家明确的了解阅读圣经，那么如果提到新约中的神的灵，就会提到前后的内容，圣经呢就是很容易理解了。是与所有非真理的统称，肉意相反的灵。不是指永远不灭的某种存在的灵。因为很难呢，再说明一遍。与神的心为重点的时候，神的灵，在这里灵是指真理、善、爱等神的属性，不是指外形，是指属性。是与所有非真理的统称，肉意相反的灵，不是指永远不灭的某种存在的灵。天使或撒旦、魔鬼也是属灵的存在，这时属灵的存在是指属于灵的存在。现在讲的灵不是这种意义的存在，是指神的心里含有的真理、善、爱等神的属性。属灵的人、属灵的工人、属灵的聚会等，这时的灵也同样。不是那个人或工人是像天使一样属灵存在，是拥有真理、善、爱等神的属性的人与工人的意思。所以大家要好好理解，不是属灵人就都进入了灵，不是说属灵的工人就全部进入灵。因为我们渴慕灵，所以呢要渴慕，说是渴慕的这样的聚会，并不是只有进入才能够这样表达，是拥有真理、善、爱的神的属性的人与工人的意思。像这样在旧约里使用的灵，是以内容物为焦点，新约里使用灵是以装内涵物的形象为焦点，理解即可。那么神的灵做工就是没有任何形态显现吗？不是那意思。三位一体的神以分体做工，也有分体的形象。但是在接受那做工的立场，不是把焦点放在分体的形象上，而是把焦点放在能感受到分体的心上时，表现为神的灵。在这里指的是新约里的记载的神的灵，相反旧约里记载的神的灵也是一样，不是以旧约里记载的神的灵做工时，只有形象没有带着心做工的意思，只是在接受那做工的之人的立场，把焦点放在分体的形象上而表现的。虽然都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在看的人的立场上，按照把焦点放在哪里使用的表现就不同。但是旧约圣经里只有神的灵表现，旧约时的人们没能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心，
旧约中的人都不知道是神的，他们认为神是惧怕的神。所以约伯也把神当作是可怕的神。所以在接受神的做工时，也把焦点放在神的形象上来表现。相反，新约时代能感受到神的心，因为通过耶稣基督和圣灵打开了能用灵与父神交通的路。所以新约圣经里只有神的灵来表现。知道为什么读完圣经旧约新约就都能理解到神的灵在旧约新约都各表示什么？主的灵圣灵也以如此的脉络来理解即可。再整理一下，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综合称呼，耶和华、主、圣灵是三位一体之神的各自的称呼。以形象为焦点的旧约时代用耶和华的灵、神的灵来表现，把焦点放在心上的旧约时、新约时代表现为主的灵、圣灵。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说耶和华的灵呢？在先前说明了耶和华的表现只在旧约圣经里表现，旧约时代只能表现为耶和华的灵。但在圣经里有几处不适用这原则的表现，对此一定是有 理由的，以后再说明。如果再深入的讲呢，就复杂了。到这里为止呢，大家要好好理解，简单吧，难吧，理解了就容易，不理解了就请再听一遍，不行的话请听两遍三遍四遍，那样就理解了。所以呢，只有理解好下次听了才会容易，大家知道这些才能在祷告和阅读圣经时理解得更好。而且深入的了，要深入了解灵界，这样才能得到更大的能力，领受全能。俗话说，知道才能当乡长呀。只有了解灵界，才能得到能力和全能。一定要铭记在心，不要错过这好机会。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사랑과은혜가풍성하신아버지하나님오늘창세기의다섯번째영의분리두번째귀한말씀들었습니다오늘성부성자성령께서는분체로역사하시는나름말씀특별히성령하나님은분체로우리안에성령으로역사하셔서우리마음가운데계시고그래서성령을받으면권능을받고또영으로운영으로들어가고또성령의은사와성령의음성인도주관을받게된다고말씀을들었습니다또성자하나님은본체로이땅에성자예수님으로오셨고또성부하나님께서는본체로또아버지여역사하신모습이구약성경여호와하나님으로나타난다고했습니다아버지여영은속성이요또신은형상이라하셨고그래서구약은아버지우리위에머물러계시기에성신으로여호와신으로말씀하시지만신약은우리마음안에오시기에성령주의영으로말씀하신다고했습니다오늘이말씀이능력과생명이되어서더욱더영의이런깊은의미를알므로아버지우리가더큰은혜안에믿음안에들어갈수있도록도와주시고태초부터계신일을아는그런아비의신앙으로자라는데부족됨이없는우리모두가되게축복해주옵소서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이제로원로목사님의환자기도를받으셨습니다接受元老牧师的患者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事工做工在基线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支商店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除了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素颜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您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特的赐予怀特的祝福，得到怀特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抽离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多么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만민찬양161장一同唱万民赞美161首，把准备好的献金献在父面前。
드리신 헌금을 위해서 기도하겠습니다. 为了现金做祷告。아버지하나님父神向你献上十分之一，献上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献上各种感谢现金，献上救济赞助宣教现金，提前电视宣教现金，献上许定的现金，求父亲赞赏，赐下莲瑶带按上天下来的祝福，成就做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神保守祝福，使我们更增加十分之一和感谢的条件。所行所种，求父赐下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以上的祝福。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领圣文结束周五彻夜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